满18的小鸡鸡请回避哦。小冷哥怎么了？哎，高考完后都找不到热点新闻吐槽了，烦呐。怎么没有了？咱们嗨小冷 T 恤现在正式抢购，在网上都召开过了。是哦，咪咪你抢了没？当然抢啦，现在有优惠，我每款都抢了一件呢。真的？那我也每款拿一件。小冷哥，看不出你个穷逼也这么支持公司的产品啊。屁，我只想跟你穿情侣装。老公快抱抱我，看一下我中了没。嗯，中了好多。当然中啦，你现在抱的是两个人。哦，你是说我们有宝宝了？不是，你抱的是我和大姨妈。咪咪，如果街上有人叫我美女，我该怎么办？那你得赶紧扶他过马路啊。哦，为什么啊？他是瞎子啊。不捏吧。铁蛋，这位就是嫂子吧？嘿嘿，是啊。一看嫂子就是聪明人，不像我家那位胸大无脑。翠花，我和小冷哥有点事谈，今晚你和小小冷去客房睡吧。好吧。翠花阿姨，我爸呢？你爸和铁蛋说有事谈，今晚我和你睡吧。那你男朋友不介意吧？我去找爸爸了。对了，我不用对你负责吧，翠花姨。小冷哥，能把你那本书借给我看吗？什么书啊？就你枕头下的那本色情小说，故事挺精彩的。我没色情小说啊。靠，别装了，就那本粉红色封面的，我昨天才刚看了。你妹，那本是我的日记。